扁担物与莫德纳莫慌张滴滴珍贵的疫苗残迹，看到漏夜排队抢破头，盛况不输庙会抢头香。不舍心疼国人等疫苗，等到焦虑心慌，而筛检也筛到心惶惶，忧心是否确诊。三级警戒何时了？只能耐心宅在家，等待疫苗到来，全面施打接种，才有解封曙光。向第一线的医护防疫人员致最高敬意。扁案政治迫害平反阿扁总统。